绝光远照啊，就是说把他弘法的这个事业，那么启发众生啊觉悟啊，开启心地光明的这个佛法啊，能够啊长远的传递下去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老人家落款了，那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印章，里面什么字都没有，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去有点禅机的意味了。其实这次的展览哦，我想我是用一个生命史的架构来呈现这一次的展览。我希望观众呢能够借着这样的展览，可以走进我们净空老法师他的一些生命的旅程。我特别呢是呈现了一个净空倒影的一个照片集锦的专区，我想也可以忠实的呈现净空老法师一生弘法的足迹。我也很希望你不是只是单纯的文物的陈列，我希望所有的这个观众们或者来看展览的一些信众朋友们，他来到这个展场，他是有画面连结的。我觉得他的整个这样子生命的状态，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已经走进他整个这个生命的故事，所以我也很希望我把这个部分也能够带入打动很多看展览的人。我们这一次的绝光远照净空老法师文物展在中正纪念堂三展厅，从7月1号到8月20号，为期51天，